主你是永恒的真光，在你圣洁的光中
不经意烦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坏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理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动力稀有多言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这个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赞美敬拜的上帝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他今天与我们同在，在这里，这个就是他的话语，与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我们的上帝是完美的 ，Amen。我们的上帝是好的 ，Hallelujah。他的恩典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 ，Hallelujah。从永远到永远，都到永远，都会降临在他的百姓上 ，Hallelujah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不可以把我们的手？哈利路亚，提出来赞美他，来敬畏他，来告诉他，主啊，主啊，你已经原谅我的罪，已经赦免我的罪孽。